带我去哪玩呀？带你去王吉。去王吉啊，因为我们好多东西不是快递寄过来的嘛，物流嘛。嗯。衣服呀全在王吉了，我们现在两个人回去把它拿过来整理一下，不然发霉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还有我家里一个小摩托，平时骑过来也能骑骑。啊，这公交车好久没坐了，都不知道在哪里坐了。然后你，那现在打了个车吗？啊，那门口没有公交车牌。我们打个车吧，嗯，回去把那个电瓶车。不是打了吗？打了呀。车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我们到了，就在这巷子里。以前说什么面房，现在都荒废了。有什么？你看回到腿上被咬的。哇！一个地方好几个。我天哪，真的。看到吗？全是小疙瘩，那个腿呢？这只腿也多，哇！哎呦我去，全是被咬的。谁咬的？哇塞，那蚊子，老家蚊子太爱我了，比四川那个蚊子还要毒，是不是？没有四川的毒，但是蚊子，我们老家蚊子也毒。喜欢咬你是不是？嗯、四川那个都是小的，黑的那个花。看门，看门吧。我们家是不是这家？啊？你自己家你找不到啊？应该是的吧，就这家，开门。天哪！嗯，天哪！这就是义乌的家当，我二姐打下的江山全拖到我家了。哎，我那个箱子没了。啊，我把这小摩托骑了去，啊，嗯，先去方便一下，嗯，方便骑。哎呦，哎呦我去，他妈，这是不是他起蜘蛛网了？是不是？都起沙了。起沙了，你看这楼梯上。哦，这楼梯好久没人住了，好久没来。哎，我要再过一两天，我回来把这家收拾一下。哦，哎呦我去，这沙发上全堆衣服，灯就这样开着的吗？你看，别动。还是那个开关。灯坏了，我走的时候灯就坏了，没关吗？这个灯没开，没关。就在这里，我这里修炼多少天？睡了几天几夜了？谁是几天几个月？睡了几天？就在这个床上睡了几个月修炼的嘛。然后我姐，哎呀，我姐来找我的，然后我就不修炼了。窗户打开了，已经打开了。哎呦我，哎呦我去，哎呦我去，打到了。咦、嗯？嗨，不认识。哎，这厨子里面还有衣服呢，这是我媳妇的。怀念。嗯，你看。怀念呀，我怀念你。真的。我要寄给她。哎呀。不知道她要不要了。要她就。这一堆全是她的。我去，各位，这里还有好多吃的呢。咖啡呀、啊。要吗？估计都过期了。我去义乌几个月了。哇塞，哇塞哇塞，灰灰。拿不吃，杀鸡马。这里还是杀鸡马呢，是不是？过期了，不能吃。你看，这我平时做俯卧撑的，我也没带，好久没做了。哎，修炼几个月也没身心，什么？这里有人已经没人睡。哎，这家里没个女人，就家就变成这样了，是不是？是的呀。嗯。是的呀。这辈子会发霉了，告诉你们个秘密，哇！其实我还有个小的儿子，嘿。你这不成秘密，这不是秘密。也不是秘密了，有的人不知道嘛。还有一个儿子，7岁呢，就是他衣服，但是他给他妈妈带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屋，哇，那边还有个婚纱照，我就不离近了，因为人家没有经过人家同意，我不敢往上拍。哎，这是我做仰卧起坐的。这是啥？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就是这个地方，你们应该看过，在我姐的视频里面有啊。我曾经在这边修行了几个月。颓废了几个月。颓废就是在修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从义乌转了一圈，又转到四川，开朗了很多，变了很多。其实。
怎么说呢？有点不好意思说。其实，我有两段婚姻的。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反正就是两段婚姻吧。哦，就是反正跟他过了七年，就离开了，就因为种种错事嘛，反正合不到一起了。然后这第二个又走了，这个就不是人家的问题了，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，是不是？那谁都跟你过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反正也不多说了，让你们稍微了解一下吧。这第二个已经在一起已经也七年了，也有一个孩子，是小的，那个才上一年级，今年七岁，然后在他妈妈那里，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没有，因为人家也需要隐私嘛，人家现在已经不打算跟我过了，所以我就没怎么想说，对不对？这样说在网络上说对人家也不好，我就一直也没有发他照片啥的，也没说过的，因为他好像是这种铁了心的，不过我不知道，反正我是想过，不知道他也能不能回头了。哎，各位是不是？嗯。改了改没改啊？改了好多。过来嘛，你不能过来吗？不敢见人啊。哎呦，这山村站的。啊。家里有点热。家里有点热，不好意思，家里比较简陋啊。哎呦，我想生个来呀！因为这里，实在不愿住。这里不经常住，就是我以前也不经常住，这里偶尔回来住一下，是不是？反正也不知，反正就说这么多吧，我也不懂。好了，已经好多了。好多了吗？人要向前看，不能老是停留在那个时候。不过要感谢这些粉丝的鼓励，这个是确实。因为你们鼓励，哎呀，咋了？啊，撞伤了，这是个凹。什么东西？这该死的！我了。撞我妹妹腿。我了。中了。呀，我妹妹腿被撞到了。我疼死我了！你家床上有重伤我。我一直都没有说，这是个秘密。现在大家应该都能了解我了。都不是你，我要再结婚我就是三分的，我的天哪，哎，好烦哦。各位是不是别找了，孤独中现在改好了，搞好以后再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，把这个家给他撑起来。孤独终老你要孤独终老，老爸老妈不得难过死啊。就这样吧，哎，反正可能是我自己有原因很大，以后再说吧。现在不是改了吗？他要回头，我等他。我那个小娃给他妈带走了。我想去看他，他妈让我不要去看。我想去看。然后他说我去看，他会想我。我不一定要。哎，我现在纠结，我是想把他带回来还是不带回来？本来我想留点念想嘛，他要带着说不定他就能回来了，我要把儿子带着他就不来了。我感觉我也不知道，以后来说吧，把他接回来啊。他妈不让我带，说我去带了，本来他平静的生活就给我打乱了，所以我回来几天了我也没去。哎，再说吧。我的天哪，三分哇，好恐怖！你好厉害！再结婚就是三分，你说恐怖不恐怖？会不会？你厉害。其实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我自己要总结一下。我靠！这车，还能不能响了？哎呀妈呀！这车。咋不响了？九张你缝、哎呀完蛋了，推哎，我们修一下走。哎呀，这小毛驴也是不好骑的。小毛驴好骑的，这张你好骑的、好骑怎么不响了？走吧，锁门啊。
这噪音太多了，我靠！关灯，走。阿姨，哎，我让你烟抽远了。这是我家大爷。哎，你慢点。发小，发小。发小，发小，你干嘛？这么长时间没见，要撞我？这是我的发小，好长时间几年没见过了，差不多，是不是？你不能像人打爷吗？你喊打爷，你听不懂的。抱一下。虽然是发小。到我妈这里了，让我妹妹上去一段段狗。